欢迎大家收看柴头的佛系音乐频道，在这里我们不练吉他，不练琴，有空才做歌，爽才做视频。时间到了，点播订阅自然会。怎么感觉有股力量涌了上来？难道是？对，就是这股劲啊！来啊！我，是时候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汉，我又回来啦。距离我上一个视频呢，已经差不多要一年了，所以是时候了，该出影片了。那不知道为什么，其实一整年下来，我都没有什么在创作。我对农历新年特别情有独钟，每次一要到农历新年的时候啊，我就会想要做歌。不过其实真正促使我这一次的创作的呢，是你们大家。那去年我做了推荐在农历新年适合使用的曲子的影片之后啊，我的频道就开始有受到一些人的关注，特别是在12月开始，我的频道的点播、订阅还有留言就多了起来，因为想必大家都是在找农历新年视频所可以使用的音乐吧。那今年同样的，我也是做了一首农历新年2020，但是在曲子还没有开始之前呢，我想先谢谢大家你们的订阅、鼓励、留言，还有在 Bandcamp 的下载，无论是付费或者是免费下载，都提醒着我其实我的曲子是有人在欣赏的。特别是在这个农历新年，就有好几个人跟团体有联系我，说要用我的曲子来做 MV， 谢谢。好，那接下来就让我带着你们去制作这一首农历新年2020吧。那农历新年2020呢，其实是一首很标准的马来西亚贺岁曲子。首先它要有锣鼓，然后再加一点大鼓，那有了这些鼓，我们就可以录我们的前奏了。前奏其实我们马来西亚常年来很多贺岁曲子呢，都是用两种或以上的中华乐器来演绎这个前奏，所以我今天选的就是很标准的笛子和唢呐。好像还缺少什么东西啊？哦，鞭炮声。那其实较早期的马来西亚贺岁曲子呢，大家都有在使用这个鞭炮声，无论是真的鞭炮声，或者是电脑 synthesize 出来的那种鞭炮声。但在近几年的作品，我发现到这些鞭炮声已经消失了啊，可能大家跟我一样觉得这个鞭炮声很老土啊。不过我们今天还是要跟它加进去。那鞭炮声不是我自己录的啦，我是在网上找免费的这个鞭炮声，如果你们有兴趣要使用的话，在视频下方有连接，你可以去看一下。那我们的前奏就完成啦，接下来就是进 solo 的部分。那 solo 的部分呢，就开始要比较吵闹了咯。那我们华人新年都是要热闹吗？要有活力，要澎湃。所以如果你们有看我去年的视频的话，就会知道我对摇滚曲风比较着迷。点击右上角的卡片，你可以观看哦。去年我是做了一个比较 minor key 的版本，那今年我想换一换口味，变成 major key 的。那 major key 一做下去，就好像流行摇滚了。那首先我们要有爵士鼓，然后还有 bass， OK 啦，其实这个 bass 很简单啊，不过我也不想弄太复杂。接下来摇滚曲风最重要的就是电吉他了，那不过我的电吉他是用按出来的，所以等一下的木吉他也是同样方式，那我担心你们会无聊，所以就 skip 掉它吧。那其实到这边歌曲已经差不多是完整了，我们可以编排完整首歌曲了。但是还有一点细节，那就是马来西亚的贺岁曲子呢，你会在 verse 的主旋律唱了一段之后，听到某种中华乐器的演奏，有时候是笛子，有时候是唢呐、琵琶或者是各式的啦。那这一次我们就选择笛子，那还有
扬琴，那扬琴呢，他会演奏了这一段之后呢，继续演奏完整个 chorus 的主旋律，而我这次是在二胡的部分加入笛子。哎，那整首歌就已经录好了。由于我制作的时间有一点匆忙，所以又是没有时间去拍 MV。那跟以往一样，我就用照片配合那个 Audio Spectrum 的 Analyzer 和 Visualizer， 你们就慢慢听一下我的这首歌吧。
不好意思，你们已经听完了。那农历新年2020已经上了我的 SoundCloud 还有 Bandcamp 了，如果你们想要用的话或者是下载来听，欢迎去到我的 Bandcamp 可以下载，无论是免费或者是付费我都欢迎。所以不要忘记，如果你要免费的话，你在购买的时候输入0块钱就可以免费下载了。那如果你决定要付费要赞助柴头频道的话，再次谢谢你。那曲子同样是共享版权，只要你在你的作品有注明出处柴头制作，那就没有问题了。但是如果你有使用的话，欢迎你把你作品的连接留言给我看看。说到这里，我就要感谢那一位在 Bandcamp 以1美元购买我农历新年2019的歌曲的朋友，虽然这1美元不是很大，不过足以让我感动落泪啊。OK， 废话已经很多了。那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，欢迎点个赞哦。如果你有空可以订阅柴头频道，那我今年生活上的时间表会有一些调整，所以我希望我能够做多一点作品，发布更多一些音乐让大家去使用。如果你还有空，那我邀请你听一听我以前发布的 DIY 专辑《天堂泪》，点击右上角这个卡片可以收听哦，而且在 Bandcamp 还可以免费下载。拜拜。